起，然后去健身。哦，真的。对，主要是把今天的状态用好这样。所以今天感觉整个人在发光。哦，是吧？对啊，光照够。对啊，光蛮亮。就是我的胸针，它其实是一个耳环。然后我的戒指是 position，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拥有的意思，然后它中间是可以旋转的，它其实在讲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旋转会遇见美好。然后我的手表 Altiplano 的手表，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表，因为它的表面上有一个无限，然后它倒过来就是一个八。这些耀眼的饰品，就是我想把重点放在它身上，所以我觉得我的服装就是我想要用一个很简单然后很干净的最基本的正装去搭配这样子。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你作品？现在就还在收歌嘛，然后我自己是很希望跟公司讨论说是很希望走各种不同的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停的在尝试各种新的风格。是情歌类的吗？有情歌，但也有快歌，然后也有一些舞曲吗？动感啊，跳舞。现在还没有，目前还没有。真的很难得，我说今天的隆重程度超越演唱会。假的，真的。就像紧张吗？等下还要唱歌，还是紧张身上有珠宝的部分？各方面都有，因为今天现场的嘉宾是顶级的客户嘛，然后我们今天佩戴的也是顶级的珠宝，所以跟我平常那种随性的在舞台上唱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光是这一袭礼服，它就已经很制约了我的行动力。对，所以呢，我今天会是优雅再优雅。